其实我们的居家风水哈，才真正的需要点灯。我们借由点灯呢，既能够照亮运势，又能够催旺我们的财运，让我们整个家庭里面呢，都受到点灯的保佑。我们透过摆放这个五行补运灯呢，运用这个水晶石，它木火土金水的能量，当你灯一点上去之后，它一发光发热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能够把我们家里五行不足的人的所有的成员帮他给补足了，既补了五行的不足，又升旺了财气，它也是一举两得的。开运方法一：清洗水晶矿石，消除磁场，放在太阳下曝晒十分钟，注入阳气磁场。二：将九宫八卦转运贴纸贴至五行金曜补运灯底部。三：将水晶层层堆叠而上，象征富贵好运堆叠而上。四：将补运灯放置建议吉位，并将补运灯开启，即可启动能量。五：平时可将开运饰品放在水晶上净化，约十分钟即可，不宜灯照时间过久。